特征不易罹患阿兹海默症哦。研究发现，有哪种特征的人比较不容易罹患阿兹海默症 ？A. 头围较大 ，B. 肩膀较宽 ，C. 发际线较高。A. 我是在想说头围比较大，它可能里面的脑部的实体比较多，因为阿兹海默症是一个渐进式的退化性疾病啊，所以它有比较多的大脑皮质可以退化。今晚九点，东森综合台《全民新攻略》。